浩渺无垠的海洋，蕴藏无限未知的奥秘。人类探索未知海洋的步伐从未停止。我叫易海洋，怀着对海洋深深的向往，我选择了广东海洋大学。这里是世界上除德国的 Mandelscheid 之外仅存的马尔湖，我们的学校与之一路相隔。伴随着清脆悦耳的鸟鸣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安谧和谐的画面。古树参天，垂柳依依，书声朗朗，海水无风时，涛波安悠悠。第一次班活动，学姐就带着我们来到海边，感受着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时常在想，我们广学明德、海纳厚为的校训精神是什么？可能是良好的育人环境，以及健全的学科体系；可能是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一流的教学设施；也可能是创新的科研成果和突破的专利发明；又或者是丰富的知识财富和无穷的精神食粮。我想，可能是这里所有的优越资源，加上每一位海大学子的勤学拼搏，才能最好诠释校训的深刻精神：金绿海洋，使命担当，海大梦，我的梦。在这里，你可能会不经意遇见学术大咖。在这里，一场场学术盛宴每天都在精彩上演。哎，我的国家奖学金到账了，我的企业奖学金也到了。为了我们的努力，干杯！干杯！没错，在海大，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会以不同的形式给予回报。各类奖助学金和荣誉称号是对你青春汗水最好的见证。这天咱们都在搞研究，要不咱们走。走。文明及精神，野蛮及体魄，热爱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但最直接的只有一种，来一场热爱的运动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禾下乘凉梦，丹心应清甜。我加入了海水道研究团队，在创业大赛上勇夺全国金奖，在海大的路上成就了各界精英及企业家。海大人，奋斗不止，自强不息。这里是一所生态学府，蓝天白云，绿树常青。这里是一个海洋起点，广海启程，学海无涯。这里是一份完美答卷，四载春秋，梦圆海大。那一晚，我们畅谈了人生梦想。木子成功保研，小智考上了自然资源部的公务员，英学加入了海军部队。我们知道，无论梦想多大，这里是梦想开始的地方。我决定留在学校的湛江湾实验室，继续探索着这未知的海洋，同时期待与你向海洋出发。